好，没关系。来，作为一个伯兄，哦，因为我觉得包括这个妈妈啦，因为我们都当家长嘛，哦，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都做过一件事情。那我作为一件事情，对小孩的影响是什么？就是小孩很不听话，说你真的有时候，重辱哎，因为我老公爱的教育嘛，所以不要打他嘛，所以我尽量不打小孩。那我可是我要让他知道他做错了。那比方说。 我儿子在3岁的时候就有一次很坏，3岁他很皮。那我真的教不听，我就把他关厕所，然后不关还好，关了厕所以后呢，他到了他有2年多的时间，只要在黑暗的空间，他会害怕。千万不要关厕所，他连比方说我要带他去看电影，很多3、4岁的小孩都敢去看电影，他不敢去，他一直到今年他已经7岁了。 他才敢跟我去看电影。他包括去喝喜酒，不是一开始都会暗暗的吗？然后新娘新娘要进来吗？他哭天抢地，因为他就会浮现那个我才关过他一次哦，他就这样子影响了。所以你很后悔？对，就很后悔嘛。我老婆就所以有了第二胎，更比他哥哥更皮，对不对？都不敢关厕所，因为就怕跟他哥哥一样。关浴室吗？那还有一种行为，家长也都会做，一定都遇到过啊。比方说带他去买玩具，或是说到卖场去，他看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，但是。 这个东西你明明就已经有了，为什么你还要再买？我不需要让小孩子觉得说我要就一定得得到。那很多小孩就会这样，你不给他，对不对？他坐在地上哭闹，然后就是我就一定要让你买给我。那很多家长都会做一件事，那你就哭吧，那就故意走掉，然后再看他会不会跟上来嘛。我们的心态不是要遗弃他，就是让他知道说你这样是没有效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种。 我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造成小孩阴影啊？哈，但是因为我太太说你不可以这样子，这样他会觉得你不要他。嗯，啊，那不行，其实解释后面你对他的解释很重要。我跟你讲 ，Mary 姐也当妈妈，其实，在这一段也是另外，所以你也会满足他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因为工作忙嘛，那我觉得我的孩子，我就希望，就保姆在带的时候，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能够。 补足我以前所没有的，非常差的，都非常差的走法，这是很多人会有经历这个。我过去就是太辛苦、太可怜，所以我在补。其实我在补我自己。哦，看起来是补我儿子，结果我在……那你怎么补他？我补他就是只要是他要的，我就买给他。嗯，比方说，我就是只要看到这个东西是目前是因为我儿子，他是儿子，所以最新的玩具啊，最好的，对的，他会好的，全部都买给我。觉得我是在巴结，看起来是在巴结他，甚至在巴结我童年的我自己。我看到 Mary 姐这本书有一个画面哈，你看一下，这样他用很漫画的方式哈，你看这看起来很好笑啦。对，这个得感觉的囡仔。 啊，这洗头，啊这下骹搁垫个，迄落板凳。伊也踮咧骹啦。嘿，伊也踮咧，啊，伫共洗头，啊，搁笑到笑眯眯。这是我侄子、侄女。啊，这个 Mary 姐。然后这个是我。啊，这家贵些，你知道不？贵些。啊，差不多13岁，应该那时候叫10、12岁，10岁是谁？小六国一啦。对，就是现在想想，其实是我家里姐姐开的。啊啊。姐姐的店。就散的啦。啊啊啊。然后我就这样子工作。 嗯，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快乐。所以童年好匮乏，对不对？哎，其实你说他是阿信吗？还是说，我说你的物质生活是很匮乏的啦。是匮乏，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匮乏的。对，嗯。然后我就这样子工作嘛，所以，但是我心理上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很幸运。我原来那时候不是打开就有热水的，那个是要去拎水来冲头发的。 嗯嗯，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是垫脚洗头，然后你还要再去淋水来到这个客人的旁边，再舀起来帮客人冲头发，是这样的过程。啊，妹妹，冒昧问一下，阿林养母对你好不好？哦，我养母很疼我，非常的疼我。她因为我肚子痛，我小时候是肚子一直都在痛，听说那个是要在14岁以前，就是就一直在肚子痛。然后妈妈用什么方式帮助我呢？就是看医生的没效嘛。 那就是用他的背包背着我拱我的肚子，让我肚子得到温暖。哦，妈妈是这样疼我的。其实还好，养母还好，很好。所以感情上虽然物质很辛苦，可是感情上是有给你支持的。可是我妈妈打起来很痛哦。嗯，生哦，养母打起来很痛。对对，因为他没有小孩，他不懂得那种。不然打起来是这样，这样要有什么用？不是，以前是用绣鞋啊，绣鞋啊，竹子的那个，那竹子然后三根在一起，这样。 不用用力气，你就把它弄一条一条。Mary姐，因为她养母过世的时候，我们跟安息礼拜有去呀，啊，可是她有你有很六季啊，啊，有那个啊，有囡啊，哎，那不是你妈妈生的。
都不是，我妈妈都没有生小孩，我妈领养我跟我姐姐，然后我姐姐用遭罪的进来，然后我姐姐再生四个小孩，然后这四个小孩是谁带？我妈妈带，姐姐出去工作，然后我是很小的时候在家里就帮忙带着四个小孩，带着小你们你们家生十二个，你是最小的吗？第七。那为什么送不送最小的要送你呢？妈妈是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是重不好嘛，男生跟女生，宜兰人是男儿子要留着，所以大姐是第一胎，所以大姐没有送走，我跟妹妹都有被送走。送走啊，爸爸的态度呢？我爸爸不知道我被送走。有一天我爸爸经过我被送走的这个村子，听说了，我就抱着爸爸的腿，因为我爸爸不知道我送走嘛。那爸爸为什么不知道你被送走？出去工作，出去工作，爸爸都出去工作。够渣男就辛苦了，不是？我被弄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找一个也没有看出来啊，那些没有，一起下面裸。可是我为什么那么爱我爸爸？一定爸爸很疼我，非常的非常的爱爸爸，所以后来二哥不是把我背着走，这个二哥爸爸很早就走了，然后二哥背着我的，这二哥很早走了，是出去外面还是死掉了？死了，大概我带七八岁吧，爸爸走了。可是你其实你也跟生父没有什么相处，可是你感觉他爱你。对，没有，我哥哥跟生父很像，我就把二哥当成我的爸爸。等一下，妈耶啊！所以你去抱爸爸的时候，爸爸怎样反应？就邻居就问说：“这小孩谁啊？怎么会抱着你？”他这是我女儿啊！那你女儿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因为我被送走了啊。所以你爸爸你去你不本人本人去的时候，恁生父拢唔知。唔知呀。因为我爸爸一定是常常不在家啊，妈妈生十二个，我给你偷回来，你来做听下，你来偷回来啊？对，但没有，我不知道过程是什么。有，你长大也没有去问过。对，爸爸在我的印象里一直缺钱，他必须要养这个家庭嘛，一直缺钱，因为你来不及问了，因为七八岁他就过世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很小的爸爸，是啊，所以你讲那个爸爸的感情拢你二哥呀？对，在二哥身上，那二哥很疼我啊，多疼你！二哥是疼到是常常要到养母家背我回家的，那很远，常常要去背回来。对，哥哥是把我当宝贝的。对，哇啊！所以二哥很早就走了。所以其实二哥走的时候，就是那种难过，没有办法形容。多大的时候？二哥走的时候已经我们都大了啦，因为我二哥是大概70岁左右走嘛，都大了。OK， 二哥刚才你个那个感情啊，当作是老爸的感情。他知道，他很疼我啊，非常非常的疼。其实他也很舍不得你被。那个，所以你们疼到躲起来嘛，把我藏起来。所以长大之后就跟二哥有很多的互动跟联络，非常多的互动。好，来，我们先休息，进广告。原来今天晚上偷脸，偷到给了我。地点就多呢，然后比较大。